不要啊，不装上去，不装完上跟，待会发点了我们再装。嗯。老板，我装上去了，不就是分期而已吗？搞得这样子。哦，不要哦。嗯。够肉，没问题，就装好烟是吧？安排够肉，没问题，这个简单的。 你弄啊，你弄，你弄怎样啊？哦，看啊，你弄啊。耶，搞定了，半个小时不到，现在还没到饭点哦。人家专业的，人家做专业的事，懂吗？半个小时装台空调，现在还没到饭点，那等下你先回去吧，啊。 弄个电脑，把那两个灯光，嗯，快点，不好哦。好啊。好啊。那遥控呢？嗯，电视遥控呢？哎，你这个脸还是没拿？都不要脸。
很久很久了。来个停个没电脑。人都比门口高也不是，你看这门口多厚啊？这门有10公分吗？10公分厚啊，这可以门。经过了两三天的啊，这个已经弄好了。你看看这个外观，有没有像一种特别复古的那种感觉啊？看这种房子，估计整个九龙村都找不到哪个人家的房子啊，是这样子的，还装有空调了，是吧？来，再看看里面。这里面跟外面一个是好像一个天一个地啊，差别有点大啊。咱们呢怎么说呢，外貌不重要啊，我追求的是内在美，就是差不多了，就是跟所有的搭建都已经完成了，就差这个门，这个门把手，还有这个门锁，这种门太厚了，它没有那种规格的锁啊。明天干老表的怎么弄啊？还有个隔音条还没弄啊。然后剩下的就是网线了，到时候再拉网线过来啊，基本上就加上一些。我还有买一些补光灯啊之类的，如果补光灯这些到货的话啊，基本上就可以在这里直播了。还有这个直播的背景墙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，哎呀，我现在感觉脑子现在都不够用，不知道用什么背景墙啊比较合适的啊，或者说大家觉得背景墙有什么？大家哪个比较懂行一点的，比如说一些现在有那种动感的那种灯光啊，是吧，打到这个墙上面啊，它显示出那种都漂亮的那种啊，一步步来吧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，到时候先把所有的搭建搬过来，先开锅再做啊，开锅了以后就一步一步来，一步步做。吃饭了吗？没有。吃饭。行，咱们就先这样啊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